第十三题，复读为某一种化合物的分子结构示意图。根据其原子种类判断，该分子属于下列哪一种化合物？我们看到它这里有所谓的 OH 羟基，有羟基的是为醇类，所以它是一个醇类。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碳，甲、乙、丙，所以它是所谓的丙醇。因此，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该分子属于下列哪一种化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丙醇。